今天早上天还未亮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今天太阳一定会很大，所以准备晒伤啊。这是我们昨天住的啊，准备出发了。今天要骑98公里，是比较辛苦的一天。远方的云朵朵的，还不错。这家一个晚上75块。我们是海椒啊。哦。海椒，哎，你买几包？我有去吧。你要几包？哦，我买啊。你自己买。行。